保课堂走出教室，沈阳的阳光贝贝幼儿园师生邀请慈济志工担任讲师，带着孩子在公园捡拾垃圾。你喝完的那个奶瓶要怎么办呀？小朋友学习能力强，把志工教的牢牢记在心里，师长们更期望这股影响力能普及到每个家庭。孩子们亲自动手去到户外去实践，我们收获也是非常大的，回家呢也可以去用自己的收获去告诉自己的父母，让我们这个地球呢变得更加的美好干净。校外教学，孩子们不止捡垃圾，也学习怎么减碳生活。把对地球妈妈的爱具体实践在生活中，幼儿园的孩子化身环保小尖兵，要让这股绿色力量持续向外扩散。台新闻真善美志工吕晨，辽宁报道。